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庄凯勋，请大家在五月二号起晚间十点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准时收看我们的长情剧展，还有午间的十二点半也有播出。那我所演出的是《我儿阿辉》、《菊岛一诗情》以及《破浪而出》，那陆陆续续呢也会再参演其他的单元，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看我们的长情剧展，谢谢。